阿乔，今日是本座最后一次见你。多谢燕宗主。阿乔，我今日起就要闭关，大概要20年以后出关。主燕宗主，休息顺利，武功精进。阿乔，你就没有别的话要对本座说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和燕宗主搭戏多了，熟悉了套路，这一场作别，下一场便又要遇上。阿乔真是进步神速。人自是要有所长进，不过燕宗主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此话怎讲？我已拜托余生烟备马，今日就回玄都山。什么？本座为何不知？因为燕宗主的套路我也会。